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叫玫瑰，我来自美丽的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，我今年21岁了。我3年前开始学习汉语，汉语很难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。我每天写汉字，每天跟朋友们说汉语。我2018年7月去中国参加夏令营，中国非常大，非常好玩。中国历史很悠久，很有趣，中国人很友好，我很喜欢和他们交朋友。为了疫情，我一直闲在家，我在家画画、做饭和上网上课。千里同好，千语金石。我很喜欢打太极。